讲到今日牧师要讲的题目是百事可乐，这个百事可能包括思维挑战的吼，百该应该讲国语来谈吼，百事可乐吼，咱别来听我先吼，唔能干来可口可乐啦，百事可乐，咱们开始讲到哦，牧师。各位敬听兄弟，平安。平安。主耶稣基督名内底来祝福你家己的家庭，望上帝同在的疼、平安、喜乐，因为这是咱大家所需要的。我想上帝给咱一个真要紧的教导讲话，咱会晓算家己的日子，因为要算家己的日子，是你一生中间一个真要紧生命。的喜乐跟平安，咱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需要对你来领受真正的地位。每一天，若有你的同在，阮就感受到这份生命的疼，满满稳定，通成做阮工作生活上要紧的快乐。阮将今卖话交伫你的手。要从未来每一天求上帝你掌管，让我所走过的道路拢满有上帝你同在稳定，奉耶稣名祈祷，阿门。是咱透早起来，看到日光照入来，窗门拍开，有一阵风吹入来，感觉真爽快。一天过一天，你会感觉真啊像。每天都同樣，我上帝人說，他說他要教示我們一件很要緊的道理，就是這些就是要提醒我們，你會曉算你自己的日子，才有一顆很要緊智慧的心，不能看每天所領受的那親像已經習慣，然後這是應該的。每一天當我們眼睛打開的時候，就是一个稳定的开始，所以我今仔一句话讲，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讲，就要照安尼来成就。好，咱来读一摆，好无？来，我信上帝怎样对我讲，就要照安尼来成就。耶、yeah. ！是人生有代志啊，爱有一个充满的相信，是我相信。相信了，心内就满满喜乐，然后讲耶。所以真侪人去相信，讲耶，为虾米？欢喜啊，欢喜快乐，所以耶，哇，大家做伙真欢喜，翕一张相，然后伫咱一生中间留落个真好的记忆。我捌甲你甲真侪人伫这个所在参加活动，彼此快乐，相互助。你的人生常常伫每一工拢充满迄个耶，好无？阿妹，我你的人生就是安尼。所以伫学校伫礼拜的时候，即个老师甲学生做伙，老师问讲：我今日礼拜遐两尴尬，安尼有做啥物代志，互你辛苦咩？感觉足欢喜无？即学生就举手讲：老师，我有。讲你安怎？我礼拜六时阵回去我阿嬷的厝，我阿嬷足欢喜，哦，这是第一件。我礼拜日要回来的时阵，阿嬷更加欢喜，这是第二件。你笑来笑大声。是啊，互咱身躯边的人，拢安那，拢因为你来感受着这份生命喜乐。虽然讲百事可乐，意思讲啥，互咱凡事拢感受着。体会，甚至去影响人，伊讲伊的人生内底，因为你，还是因为上帝，拢领受这个喜乐。所以百事可乐，虚妄是啊，一种饮料的名称。总是，今日我唔是要广告饮料，是要提醒讲，即句话会当食对一个什么话，食对一个彼此祝福。我会记你国小的时阵啊。毕业在写迄个什么话？毕业纪念册互相祝福嘛吼，这句话写着，你看祝你百事可乐，你捌写过无？
年代年代无啥共款哦。伊讲百事可乐意思讲，毋通等咱毕业了后，你凡事拢通顺利快乐。哦，咱在你边上讲，祝你百事可乐。咱在这边耍气啊，你听到吗？其实确实有影，因为咱的生活底有足侪代志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控的，有真侪代志是超过你会当掌管、你会当控制的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心内嘛的确有淡薄啊，甚至是真艰苦、哀伤、操烦的代志。遮个真侪代志，咱要求上帝，何代要圣洁的日子，然后伫遮个圣洁的日子内底来得到上帝予咱的喜乐。平安，所以用这题目跟咱分享。那么看今仔日圣经中，咱这位前辈哈巴谷先知，伊讲，当你所种的果子拢袂当结果子的时阵，你田里所养的只个嘛拢袂当收成，你的饲的牛、你的羊拢无去，啊，就是讲，当你真认真。打拼工作过你的生活的时阵，啊，不过你都无遮好的修行，你安怎？你安怎？不准吼，你袂啊哈哈大笑对无？我想袂啦，人拄着遮代志时，应该无人听讲，好，我有够欢喜，我过奖无收着，我饲的牛羊死了了，然后哈哈大笑，哇，有够欢喜的，边仔感觉你真奇怪，啊，不过。神理哈巴谷，伊咧讲这话的时阵啊，听起来，值得咱来思考。讲当这拢无的时阵，我以为要因为啥物，听我的上帝来欢喜快乐。意思就讲，如果咱的生活会当将较侪眼光、心思、意念放伫上帝身躯顶的时，咱才会当真正来体会。这位圣帝所讲稳当的话，因为伊提醒咱，予咱人生唔通常常伫个充满埋怨、艰苦、挂虑，对身躯边个工作生活充满真侪负面的意念。有一个朋友又出车祸，所以伊个正脚断去，正手也受伤，所以出医了后。伊个脚甲伊个手，啊啦，拢大包小包包着。等伊要食饭时，发现哦，倒手夹伊吼，足麻烦个。拍电脑时阵，一只手拍电脑嘛真袂顺。要想要开车，还佫袂动哦。即个因为伊个正脚已经断去，所以啊，无真方便。伊发现讲，原来我个正脚、正手、正脚甲我正手实在足有路用个。非常有路用，即摆吼，即个倒手倒脚要用做代志，真袂顺失。伊讲一句话：平安无代志是上好的代志，对无？平安无代志是上好的代志。意思讲，当你感觉你的人生，大家拢真平顺，拢真好势，也无真特别的大代志，啊，不过你大家就是一。啊，早起起来，目睭拍开，迄日光就照入来，然后感觉即个开始就开始无闲囡仔，无闲上班，无闲遮个代志的事，毋忙，你会记哩，爱为着你即马无代志来感谢，来欢喜，因为一天的开始，你依然真平顺，真好势。这是一件非常要紧的祝福。提醒你，每一天遇到这些真平凡、无什么代志的日子，来感谢上帝。感谢上帝讲，主啊，今仔日予我有一个真要紧的开始，因为我平安，平安内面就予你充满真正喜乐。伫无代志的时阵。咱会当安尼感恩，伫细项代志顶面，你会当也安尼来感谢上帝。然后机会，你爱用搁较侪心
来体验上帝伫每一工内底所要带予你小小的只个 surprise。你会感觉，这样代志其实拢真侪欢喜。上班时阵，迄、那个本来甲你无啥斗下的同事突然来讲：“嗨，高赞！”你会感觉讲：“哎呦，会记得主动打拍招呼。”或者比如讲，迄天伊心情真无好，要行去坐车，突然间仰头一看，一个真青昏，啊，不过真水的女孩子对他微微笑，你突然间也心满啊，好像被笑开了。讲我唔捌你，还在笑干呢，啊，不过伊感觉真欢喜。所以等一下，等你面带笑容的时阵，你会去影响你身躯边的人。嘛，同款，如果你会当常常体会你的身躯边有这细项代志的时阵，其实对来讲，嘛是一个真要紧的欢喜。真要紧的欢喜，所以管理会记你，互你伫细汉个证明看起才欢喜。来看这个短短影片，把声音转大。充满充满真多真多喜乐，啊！不过毋知是咱人大汉哦，即、這个笑声就愈来愈少。敢有？敢有安尼？为虾米？是啊，有一挂失败，但藏伫心内底；有一挂伤害，但是藏伫心内底；有一挂不如意，但是藏伫心内底。所以愈来愈累积了，咱会干嘛讲？啊！无听做啊！你啊，靠啥物好耍？食一块蛋糕，敢有啥欢喜？啉一杯咖啡，敢有啥欢喜？你会愈来愈失去迄种伫自卑世中间做领袖的喜乐，你会感觉无啥物喜乐，因为咱已经有真侪累积的心头，遐会无欢喜，真无轻松。就是重大压力伫你个心内底，你拢知影，这毋是上帝爱咱过日子，这绝对毋是上帝爱咱过日子。啊，毋过咱已经开始习惯伫即种真侪杂物、真侪压力、真侪重大底伫心头个日子，咱已经袂记哩伫个心内底有太侪上帝所予咱真侪充满细项代志，就要予你大大喜乐平安个代志。所以今天开始，你若会当，请你好好来体会领受上帝伫你一天内底所予你遐个自卑些个代志，遮个内底拢有上帝所予你一个喜乐个祝福，有一个平安个欢喜伫内面。如果你愿意，咱会开始愈来愈亲像这個小飞机共款，只要一件代志有感觉，哈。哇！你的心、你的面就拢总无同款。这是上帝一个真要紧予咱的祝福，就是伊毋忘你的每一天拢是充满喜乐平安的。因为上帝要予你伫真侪细项内底面
伊会知影，我就是即个世人内底面甲你同在。我伫即个世人内底面，我将真侪福分放伫你个内面。所以，同款真侪小小个伤害无欢喜，堆伫你个心内底会变做重担。遐真侪世人喜乐平安，堆起了会变做生活中间一个真大喜乐甲快乐。所以看你是要堆起遐个细项，互你真艰苦、真侪重担压力伫你个心内底，啊是你爱想想，收集上伫你人生中间真侪美善个喜乐平安，会慢慢愈来愈开来。你看，真侪时阵咱不断当咧做选择，你要安怎来过日子？感觉有咧讲歹代志，有代志啊，嘛会当欢喜。安尼讲，你感觉安怎？歹代志该当欢喜，化妆的祝福，化妆的祝福是啊，歹代志当欢喜无？咱会当安尼讲，啊，毋过敢毋当真正安尼做？心内可能有真侪焦虑，遐个艰苦挂虑。还是感觉是小的代志，我头可能会当欢喜。我相信这毋也是上帝所谓化妆的祝福，其实这是上帝伊上清楚知影，伊在每一工内面，伊安怎将伊的心意放伫咱日子内底。上帝心意，咱所看到个是一个片段。啊，毋过如果纠正来看，整个人生内底上帝心意，其实有真侪奇妙，有真侪咱所毋知影。所以如果暂时咱拄着艰苦、恶当当的代志，你咱就你眼光去较长个来看上帝怎样伫咱的人生中间所修饰。有一个朋友，伊个囡仔第一天去上幼稚园。两个囡仔吼，一直考一直吵，老师挡袂牢，敲电来讲，你个囡仔吼无办安静落来，无你会当来一个无？我感觉足烦嘞，工作都你要上班都袂赴啊，搁要去幼稚园，所以就暂时请假，啊，去幼儿园看一个囡仔，请假伊陪者，唔嘛伊会当安静落来。有一个朋友去讲，因做个啊猜拳。上四个人吼、哦，爱帮人去很远的所在买甜甜圈，这个嘛是工作真多，做到啊严肃啊，心内想讲够衰。大家拢爱去做伊个代志，我都爱替你去买迄个物件，所以就不得已用行行行行到远的所在去买甜甜圈。有一个朋友迄天，伊第一天在请新爷去上班，我请外久碰吧。我感觉真艰苦，附近阁找无药房，啊，开车坐较远个，特别 OK 吧。所以就安那较晚上班。即个人拢共款拄到一寡当时看起来毋是真爽快，心内感觉真不如意个代志。啊，过迄天，伊所上班个大楼，就是咱所在美国。911的攻击事件，这个人要伫外口，伫遐感觉心内真无爽快，真操烦，因为上班袂好势。啊，不过当因知影伊上班的所在拄到这么大攻击的时阵啊，伊惊一个，头大遐感觉真衰，真无爽快，因只心思意念无去啊，伊突然间。心头大大讲，太安呢，哇！迄转迄变化差真多。这时，因心内毋是感觉真操烦，真不如意。因心头一个声讲，即个互我暂时操烦的细项代志，其实是我人生真要紧。会保护。今仔日，若毋是这个代志，
我住伫头顶迄个所在，我住伫头顶迄个所在。原来伫即个时阵，有真侪你感觉不爽快的代志，暂时你感觉心头无欢喜、无快乐，总是咱毋知影上帝伫即个代志顶面，伊藏落一身块心意，即个心意对你有甚物块影响无？那么讲，歹代志可能暂时你感觉有重头压力，啊，毋过如果咱愿意，搁较侪听上帝声，或者会暂时的操烦艰苦的代志，是毋是也能看见上帝伫遮有缘有义奇妙的心意？希望暂时咱无清楚，咱毋知影，所以会记得伫古约。约瑟，予伊个阿兄出卖，然后伊予卖去做人做奴才，佮伊误会，予人关落家。其实这个过程内底，对伊来讲，伊拢有感觉讲，我一世人是有够衰啦，我的人生内底很凄惨。总是约瑟伫经验这个代志里面，伊可能嘛有情绪的无好势，嘛可能埋怨。总是看这是伊慢慢体会上帝伫遮个歹代志个顶面，上帝予伊愈来愈知影上帝心意到底是怎样。等咱通知影上帝心意时，咱就愈清楚知影，了予你家己心满意足。这是我逐天伫礼拜三中个所在。透早时阵，你看头前一片雾茫茫。也因为常常透早起雾，啥物拢看无。这是落雨的时阵，这是出日头的时阵，这是最近山庄配配真水的时，佮配合着遐真好的景色。上帝予阮感受到，因为天气的变化。或者同款的山景，伊就产生拢总无同款的景色。你会感受到迄个变化在影响你的心情。像现在，当你的人生嘛常常好，人也是某一个代志影响你的时阵，上帝提醒咱，伊讲伊要教导咱怎样来算我家己日子，互我通得到一份智慧的心。所以上帝予咱有即个真要紧的体验，予咱知影伊在帮助咱。如果你的人生常常拢伫落雨天的时阵，咱主听你的耶稣安尼讲，伊讲伫世间你有苦难，总是恁放心，因为我为了你来赢过即个世间。最后说，提醒你讲，伫世间咱拢有苦难。但不你会当放心，因为我已经为了你赢过这个世界。透过上帝的话，伊咧提醒你，你的心内底唔通永远只有落雨天。你的心内底就算伫落雨天的时阵，你咪当互家己咧享受，下着雨，啉一杯咖啡，吃一个小甜点的喜乐。落雨的时阵。我会当了后山，啊，着烧啊，着风，总是我手牵着我所心爱的人做伙行路，迄嘛是一个真平凡单纯的喜乐。落天的时阵，可能暂时无雨伞，啊，阮突然间有一个朋友，人讲我甲你做伙行，哇，你的心内感觉真欢喜，有人看到你的需要，还是你真做迄个看到别人需要的人，你将雨伞送伊讲。落地雨伞借你用，求上帝者帮助咱，予咱伫你的一生，伫你的逐个日子内底，你拢会当亲像安尼，予你家己甲身躯边人领受这份生命喜乐甲平安。有请你去主耶稣已经为着你赢过这个世界，也就是讲，伫每一个日子内底，主耶稣已经为着你。
赢过今仔日所可能拄着的艰难困苦、烦恼操烦的代志。当你心内充满这种的信心，你就知影今仔日你要充满喜乐，因为耶稣讲，我已经为着你赢过这个世界。阿姐，请你记住，今仔日对咱开始好好认真来经验上帝，每一天所给你无代志、细项代志，甚至是艰苦代志顶面，主为咱安排真多充满恩典、喜乐、平安的生命，当心来祈祷。阿爸上帝，这是你的恩典，通予阮伫每一天拢满有你同在喜乐。阮知影，阮真容易受艰苦、病痛、忧伤、伤害，遮真侪负面的影响。阮靠无你，予阮有智慧的心，因为你的同在，阮就赢过遮一切。各位伫遮个暂时的艰苦、挂虑、病痛中间，来领受你所予阮心满意足喜乐。你也提醒阮讲，伫厅内面无有惊吓，因为完全的疼就要赶走一切的操烦。主，愿你将这种的完全的疼放伫阮面前一间，奉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